他现在是鹿，那这是 Quick Deep 的田园红霞，那这是完工实景。那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古董，还有李胜。不要动，真的太丑。有那个我要闪掉。真的是我们的古董门跟古董衣橱都是块木哦。对，都是块木。去起来超香的。对，然后今天刚好也遇到新的床，所以整个家都焕然一新，都焕然一新了，对，跟买新家一样的感觉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我们的田园红霞，那它的表面非常的凹凸有致，然后这是一间很大间的卧房，对，这是一间比客厅还要大的卧房，还要大间的卧房，超大间的豪宅，超大间的豪宅。